各位觀眾好，又回到嚟午夜廣場的歷史係咁噶啦。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環佩空響桃花源嘅。咁啊，聽到桃花源有關咧，你估中啦。咁啊，今日講嘅題目咧同烏托邦係有關嘅。咁啊，同我哋講嘅咧，除咗我啦、小武啦、嘉齊啦、Michael 之外咧，即係標準戰隊陣容啦，之一呢個之外咧，我哋都要講下咧，即係呢個環佩空響桃花源點嚟？嘉齊，首先咧就嚟自我哋呢排好中意嘅大才子阿蘇適啦。咁咧，佢原文嘅兩句啦，我哋丹青明滅風黃嶺，環佩空響桃花源。咁就係喺阿蘇適咧，佢啱第一次貶官啦，去到杭州，係啦，去到杭州時候咧，佢睇到周圍嗰啲風景啦。咁你睇下佢丹青明滅，你係想象佢誒點樣去用畫嘅方式嚟到去睇佢周圍見到嗰啲風景咧？嗱，風黃嶺桃花源，桃花源我唔知係咪實際真係個地方係桃花源啦，或者係可能即係記憶喺我哋好有名嗰個桃花源裏邊。咁但係佢就係描述一啲咧，佢可能喺度杭州附近好靚嘅風景。係啊，都可以講，即係當時有桃源嘅路嘅，即係條路係咁嘅名嘅。咁其實喺蘇適喺叫杭州時期做得幾好，佢三年做杭州知州啦，做通判啦，然後再做得好，所以就做知州。咁通判就係監察啦，第二把手啦。咁做知州就實際係執政嘅即係官員啦。蘇提都係咁係啦，就係嗰陣時就做蘇提啦，但係大家覺得佢治水做得好啦，提升好好啦。咁其實但係同一時間佢係失意嘅，但又未去到好失意嘅一個狀態。咁所以佢去標翻佢行路嘅時候見到桃花源，多少都有啲心境喺度嘅，即係話我寄望緊某啲嘅東西，或者可能嚇當時蘇適想建立喺佢心目中杭州嘅桃花源都唔定。呢句詩最正咧，就係空響嗰兩個字，我覺得。即係我諗佢寫嘅時候未必係有個想法，就係其實桃花源或者我哋今日會講烏托邦，係咪真係一個空想出嚟嘅東西？但對於我哋而家今日我哋睇好多關於烏托邦相關嘅論述，烏托邦可能真係我哋自己諗出嚟嘅東西。咁所以其實空響咧，空響桃花源咧，令我即刻就喺度想像到，咦，係咪就係隱隱然好似喺度諗緊，喂，桃花源其實存唔存在嘅咧？或者係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桃花源，佢未必係一個現實嚟嘅，但係我哋一個追求嘅終極境界，係一個理想嘅一個終極目標。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佢空響嗰個迴響，就係話其實雖然係空想，但其實可能背後就係想緊嗰樣嘢點解唔存在，所以佢諗一樣嘢去令佢存在，去回應唔存在嘅失落。係啦，即係呢個題今日嘅題目係特別嘅，即係你可以諗下就係當我哋講烏托邦嘅時候，佢其實係講緊必然唔係歷史事實啦，係咪？即係佢一樣係一對大家嘅一個想像嘅東西，但係烏托邦作為喺講歷史嘅時候嘅一個想像或者一個諗法咧，好多時都係記載住唔同嘅時代嘅人佢對當時處境嘅啲睇法同埋諗法。咁所以我哋閱讀烏托邦的歷史，其實亦都係睇當唔同時代裏邊大家對社會啦、對人生世上問題嘅睇法。咁所以今日我哋講，我都不妨破題。所以今日講烏托邦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用譬如王德威介紹傅柯嘅一個文章講到就烏托邦、反烏托邦、義托邦，有三個觀念去講翻，即係我哋面對住依啲咁嘅觀念同想法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運用、應用同埋去做書寫。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講法咧，都會用住依個咁樣嘅一個即係處理咧去諗。我就話其實即係我哋可以睇翻究竟烏托邦本身啊，即係成個概念係點樣嚟咧？有個字開始講嘅，有個字開始講，即係 utopia 呢個字其實好有趣嘅。呢個字其實嚟自即係1516年，其實即係 Thomas More 即係托馬士摩爾嘅一本書叫 utopia 啦。咁 utopia 呢個字本身係有希臘嘅字根，咁咧因為你 topo 希臘文係解空間啊嘛，嚇咁呢個就係托馬士摩爾啦。咁你睇下佢嘅衫啊，陣間就知道佢寫呢本書本身對應有趣嘅地方，佢空響嘅地方喺邊度咧？不過先講個字根，個字根就係、是、utopia， 其實係包括咗兩部分嘅希臘嘅字根。第一個就係 eu， eu 就係代表美麗啊。咁呢個就係烏托邦本身佢嗰個心目中嘅藍圖。呢個陣間可以再睇啦，呢、烏托邦嘅島啦。咁、那個字就係 eu 就代表美好 ，topo 代表境界。咁utopia 就係美好嘅境界啦。但係同時間其實 utopia 呢個字咧係可以代表另一個字根，就係、是、ou。OU 咧喺希臘嘅字根就係代表冇，都係 topo， 即係冇嘅境界。
但同時間亦都係代表美好嘅境界。你諗下本身嗰個吊軌同埋嗰個作者本身佢心目中嘅迴響係乜？咪就係 no good 咯。係啦，正話我哋即係正話睇到個理想，即係正話睇到個地圖啦。但大家觀眾唔使介意，因為嗰個地圖咧係即係烏有嘅，即係佢唔係真係話我哋要標出裏邊嘅什麼東西。但係你會見到咧，即係嗰個對烏托邦嘅想像咧，就係有個世界，有個。那個世界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島，因為島嘛，島就是可以被孤立的一個再隔絕的一個狀態。所以 Utopia 咧，中文翻譯真的很正，佢亦做烏托邦，烏有啊嘛，烏有啊，即係子虛烏有。個托嗰個除咗係個音係重之外咧，仲係一個即係大家寄托啊，係啊，寄托所在。邦咧就係即係 polis 啊，其實即係由柏拉圖開始，佢個共和國或者理想國嗰個諗法就係一個好似一個城邦咁樣。咁呢樣嘢好西方啊，所以個翻譯。我真係覺得好正，好正。佢當佢用邦或城邦嘅觀念，或者喺翻希臘嘅城邦嘅觀念嘅時候，佢就講緊每一個嘅城市都係一個獨立嘅一個狀態。佢有佢自己嘅法規，有佢自己嘅文化，而城市同城市之間係互不統屬嘅。我可以其中一個係共主啊，或者比較好啲咁，但係嗰個人係會被推翻或者係輪換嘅。咁所以咁樣嘅城邦嘅觀念好明顯係西方嘅觀念啊，同我哋即係一個大一統啊、強力嘅要贏曬所有人嘅諗法係有啲唔同，同東方嘅諗法。不過頭先我聽到阿卓然你口快講錯咗個音，但係呢個講錯嘅音又係即係好有意思嘅，就係烏托莊啊，烏托莊。但係個莊同埋個邦咧，其實就可以見到中西嘅分別啊，即係或者我哋整個東方可能想像，你諗下你個桃花源係點樣一回事？我哋嗰個武陵人士撥開嗰啲咁嘅草蔓，然後入到去嗰個境界，係一個村莊嚟，好寧靜，不被世俗嘅或者係不被帝國嘅打擾啊！即係帝力於我何足在人啊！嚇咁係一個咁理想嘅鄉村嘅狀態。咁但係咧。由柏拉圖開始，佢哋想像嘅一個理想嘅世界，即係到烏托邦呢個高峰啊，佢都係城市嚟嚇。咁係我諗係可以話中西之間一個比較大嘅差距。中國式烏托邦可能好大程度上，點解我哋用桃花源嗰個寄托，就係因為其實同魏晉南北朝嘅時代有好密切嘅關係，即係一個政治紛亂嘅時代，人民係可能覺得喂，我直頭係想逃避咗佢啊，因為呢樣嘢都唔關我事嘅。但係唔關我事，佢又會走嚟搞我，咁點算啊？我會 imagine 有一個咁嘅地方，就好似頭先阿嘉齊講，撥開曬嗰啲咩，可能喺個沼澤度，你大家想象下，撐住個艇，撐咗幾日之後入咗一個地方，係嗰度可能喺地圖上係標咗係邊一個官府管治，但係啲官永遠都唔會去嗰度嘅。然後喺嗰度你會揾到有幾家人喺度，跟住喺度過一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嘅生活。跟住可能咧，全部嘅冇一個好明顯嘅階級觀念，甚至乎可能係所有嘅財產都係共有嘅一個好大同嘅世界。其實佢未必係要有一個咁嘅設計，但係最重要嘅係佢逃離咗現實嘅紛擾，同埋一種政治動盪對於我哋心靈嘅剝削咧，係我哋中國人揾烏托邦最重要嘅原因。係啊，即係正話，即係小毛講咗好好魏晉嘅一個狀態。即係我去諗嘅時候，我成日都諗呢樣嘢，就係公元嘅二世紀末到三四世紀咁啊，依個時候咧。在地球好難揾，我覺得好難揾到一個樂土，即係西方環顧東西方世界都冇。我唔知，即係嗰一即係喺講全球消失嘅時候，好多時都有討論呢個問題，即係叫萬族入侵又好啊，即係整個嘅即係一個即係文明嘅狀態都係處於一個好似毀滅緊嘅一個狀態。我成日覺得，譬如魏晉正話小毛講話想揾出路，即係我真係感覺唔到有任何嘅出路，冇㗎，所以係逼住喺冇任何出路之下，我先要譬如我要做五斗米道啊，不如我真係冇五斗米道冇揾冇辦法啦，不如我哋自己 group 埋一齊去尋找一個即係樂土啦。咁但係即係好慘啦，五斗米道即係選擇咗漢中啊！即係嗰個地方根本就唔會係樂土啦，注定係咪兵家必爭之地？你玩 game 都試啊，冇錯。你會唔會用呢一個太細啦？又阿張老一擺喺呢一個，我係邊個都可以見到張老都打佢啦。第一個回合啊，曹操已經拉大軍嚟打你，跟住你都冇辦法贏嘅。講真，除非你用威力加強版編輯到自己好勁，如果你根本冇得玩。所以個桃花源係想像出嚟嘅，而威力加強版就係桃花源，就係桃花源咯。威力加強版就係個桃花源，但係用錢買，冇錯。咁你點算？但係同一時間喺即係魏晉南北朝期間咧，仲有一個大家比較遺忘啲嘅一個好似理想國嘅政權啊，就係成漢。成漢就係圍住喺四川盆地一帶咧，咁好多就係嗰啲原本喺漢中，即係跟阿張老佢哋嗰啲天師道避難，咁可能避難到唔同地方啦。咁但後屘佢哋就 gather 翻去咧，就喺四川附近咧，咁有好多其實唔係漢人嚟。
可能很多是其他即係少數民族嚟嘅，佢哋就建立起呢個政權，咁亦都係某程度上係根據嗰個五斗米道嘅理想咧嚟到建國。不過呢個咁樣嘅即係嘗試去理想國嘅建立一個宗教嘅即係角度咧，好快又俾東晉咧消滅翻。咁所以喺《桃花源》呢個《桃花源記》作嘅時候咧，其實實際上係真係有啲人係做緊一個桃花源國嘅一個咁嘅嘗試。是但是就跟西方即係頭先講嘅有少少唔同，因為始終西方你頭先睇 Thomas More 嗰個藍圖咧，其實佢又唔係好似桃花源咁樣，希望避開隱世安逸嗰一種諗法，佢係有一種咧係相對於現實社會制度不公嘅改進。即係你睇 Thomas More 嗰個島，其實佢係好簡單嚟講，其實佢係基於一個類似宗教自院式。或者小城邦式的管理啊，這個小城邦式就係話，總之大家自給自足，各取所需，各展所長，資源共享，冇私有制，宗教自由。其實正正就係對應緊 Thomas More 當時的社會，就是產權被少數人佔有，宗教非常不自由，天主教迫害一些可能試圖宗教改革的新教徒，又或者是其他很多貪婪啊、私心嘅，令到佢。覺得這個咁嘅烏托邦嘅藍圖咧，就正正可以改善現有制度嘅不公。我自己一個觀念可能會對大家有幫助啊，即係有一位學者叫段義夫啦，即係佢做嘅係一個人文地理學嘅一個研究，做咗好幾本關於即係人文地理嘅一個書啦。咁其中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觀點，佢認為即係人口流動裏邊咧，即係所謂嘅推拉因素啊，即係究竟你係因為對方地其他一個地方係落土所以你走啊，定係你現世住得真係不能夠住落去，所以要逃咧？段義夫認為逃跑的因素咧，先係人口移動的一個關鍵因素嚟嘅。即係我哋會覺得而家喺度啊，搞唔掂，我要移民啦。即係唔會係哇，嗰度好正，我要走。所以當我哋講烏托邦嘅時候，其實我哋腦裏邊砌緊或者諗緊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要發覺現世好難生活落去，所以我哋現世嘅不滿，我哋先至要無論係現世灌納烏托邦或者係。描畫一個烏托邦的藍圖，所以依個咧其實係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所以烏托邦都是難民社會嚟，所以我覺得就係用情緒上去諗咧，其實點解我哋會有烏托邦嘅建立的追求，然後自然到最後可能又會有反烏托邦的論述，因為烏托邦一開始我哋追求的時候，其實我哋個 emotional 未必是開心。因為背後是有個反烏托邦，所以你描述咗個烏托邦。係啦，冇錯。係啊，所以即係你令我想起的就係陶淵明的即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唔知係南山、段背山或者係獅子山，都係山。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講到即係烏托邦又好啦，到東方嘅譬如五斗米道又好啦，桃花源又好啦。咁其實早期咧，意大利都譬如即係當時都唔係今日嘅意大利啊，就係意大利嘅地方裏邊咧，都有啲觀念，譬如叫可口香，即係簡單講就係咩咧？就係話嗰度咧啲嘢咧全部都係好好食嘅，即係成個地方真係可以被食物砌嘅一個鄉村，咁所以入到去就可以乜都食得落。童話故事嗰啲咪啊，細間屋係嗰啲糖啊、朱古力嗰啲。我上一節咪講嗰個即係你對。現世不滿嘅，咁梗係餓到一個地步，你先會。證明世界好窮啦。係啊，咁你諗下，而家如果有俾一間朱古力嘅屋俾你嚇，全部都朱古力做嘅，俾我哋四位望住都係睇完咪走咯。好邪惡啊！好邪惡啊！都你都唔會好正啊！我哋要食咗佢咁，因為你平時係一個飽足嘅狀態。走池我就唔走噶啦，一定跳落去。即係如果成個池都係走，冇錯。即刻飛落去，係啊！你平時都好頸渴喎，即係死在者都有不錯，證明我好頸渴咯，係啊！一定反應。所以睇咩走啊？所以我想講嘅就係你會見到當時嗰個社會狀態點，先會有可口香嘅一個咁樣嘅想像。咁而你會見到烏托邦永遠都係對個現實同埋有一個連結喺度。不過有時歷史就係咁吊軌嘅，即係你我哋上一節講咧，即係 Thomas More 嘅烏托邦咧，佢寫一個藍圖，你以為佢係一個改革藍圖，你以為佢係一個政治宗教改革家。有時就係咁搞笑嘅，即係你睇翻佢嘅背景，啱啱相反，佢係保守派到不得了。如果睇翻佢嘅出身咧，佢係出身於喺十五世紀末一個典型嘅英國嘅富有同埋天主教保守嘅家庭。佢爸爸係律師、法官，佢咧就喺英國出身，讀倫敦其中一個最好學校叫 Saint Anthony School。跟住咧就去咗 Oxford， 去咗牛津讀拉丁文同埋古籍。跟住未得。仲去翻倫敦去四大即係律師學院叫 Lincoln's Inn 林肯法律學院入邊就即係我哋叫 qualify 就做埋即係大律師，咁你後屘咧仲做埋法官、大法官、皇帝身邊嘅主要顧問，不特止
仲要咧做咗下議院嘅議員，做埋議長都不得止，因為佢本身咧除咗中意法律，都好中意佢自己嘅天主教，佢好維護天主教。佢有幾年咧就咩都唔做。即係 take a break 啊，即係去咗退休，去咗 retreat， 就sabbatical 啊，我哋叫即係去咗做苦行僧幾年，去探索即係神嘅意志，佢嘅宗教。咁跟住去到你知道，其實去到已經係十六世紀初嘅時候，係宗教改革嘅時候。咁好多即新舊教徒有啲衝突，佢亦都係參與咗即係檢控一啲即係推行宗教改革嘅人。咁其實你見到其實佢成個。生命入邊係代表住保守派陣營，建制舊教建制一定要維持現狀，而佢亦都係得到最多嘅自由，因為佢本身係有最好嘅資源，而其他人係冇。為敵人神啦，佢亦都要好好咁保護佢。但係最可惜係咩咧？佢自己保守，原來佢老闆唔係好保守。最終一日佢嘅老闆就係亨利八世，就話：你都知道亨利八世最出名是什麼啦，即係要休咗加芙蓮女王啦。咁佢作為皇帝身邊嘅即係首席顧問同埋大法官，佢唔同意呢件事。佢亦都唔同意亨利八世要做即係 Church of England 嘅阿頭。咁就係因為咁樣被判叛國罪，最尾被斬頭。佢係因為維護建制而死，雖然佢有一本好出色留於後世要改革建制嘅烏托邦，你話係咪好搞笑？好諷刺啊！好諷刺，好諷刺。咁其實即係呢位 Thomas More 呢位仁兄咧，我理解佢或者我認識佢咧，都係即係因為烏托邦呢本書啦。咁但係即係另一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頭先阿 Michael 提到就係佢除咗學拉丁文之外咧，其實係不斷咁樣鼓吹咧啲人要學希臘文。咁啊，點解要學希臘文咧？就係可以即係睇到希臘嗰啲思想啊、古籍啊，喺佢眼中咧，好多當時即係拉丁文所寫嘅嗰啲哲學著作咧，不明即係不明一明嚇，咁不明一文，即係我覺得唔係好足夠咧。即係佢當時嘅思想啊，或者係思考，其實都可以話一個文藝復興時代嘅學者嚟。咁嗱，但係呢位仁兄咧，佢最好玩嘅地方咧，就喺烏托邦裏邊嘅內容咧。其實唔知道大家即係有冇因為讀過啦，咁但係讀過，因為我點解會對佢嘅內容好有興趣咧？就原因就係我研究十五、十六世紀嗰啲法制咧比較多一啲，咁而我就好有興趣睇下同一時代咧喺西方佢哋理想嘅法制點樣投射。咁烏托邦其實半本書咧係講緊對現實嘅不滿，啊，即係佢哋喺度批評緊時政啊。咁啊，例如有啲咩時政批評，因為我哋研究法律啦，可能對法律嗰啲興趣大啲咧，就係佢會話到啊，點解？在一些小偷他們偷少少東西都要判死刑，那為什麼不讓他們的生命變得更有意義？即是你的意思是在烏托邦裡這本書裡面他寫是啊，寫就是當時的英國啊，為什麼就要做一些即是那麼殘忍的刑法，但他不是特別仁慈，但是覺得那個人不死可以做苦工，對可能國家更有貢獻樣，即例如這些這樣的一些思考呢在個烏托邦裡面有。然後後半部呢才去講，即是他透過一個很神奇的人物啦，那個神奇的人物呢就說是，即是他用原文的講法是 talking nonsense， 即是講一些廢話，但是他講的廢話裡面呢，烏托邦裡面有什麼特別呢？我又是即主要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首先他其實烏托邦你唔好諗住好自由，烏托邦裏邊咧嗱都有奴隸嘅，係啊都有奴隸嘅，嗰啲奴隸即係啲城，其實希臘啲城邦即係民主如雅典都有奴隸啦。咁啊，但係嗰啲奴隸點嚟？可能係戰爭啊，有啲可能係外勞啊，嚇即係請翻嚟嘅。但有啲好多咧就係因為犯罪之後佢哋判罰咧就係做呢啲咁嘅奴隸。殺咗佢不如做奴隸。係啊，但係嗰啲奴隸啊，當然啦，如果佢表現良好可以放翻嘅。好啦，有啲咩好玩嘅烏托邦嘅內容咧？結婚啊，婚俗問題啊，婚俗係點樣咧？嗱，我淨係講兩點啦。首先就係佢哋咧係絕對禁止婚前性行為。即係好同意喎，小毛你。好烏托邦。係啊，好烏托邦。即係點解禁止婚前性行為咧？係就因為使到即係如果有婚前性行為咧，個婚姻就唔美滿啦。即係或者係可能係呢件事就讓到婚姻嗰個價值咧減低咗，咁所以係會重罰嘅，並且唔係淨係罰佢哋本人啊，係罰嗰啲家長嚇，因為佢啲家長佢一家就係幾十人嘅，就係一個大嘅族群啊咁樣嚟去組成，那個家長就好緊要。另一樣嘢咧，即係比較得意咧個婚俗咧，就係佢哋男女結婚之前咧就互相咧會裸情個身體，然後俾對方睇過個版先。
哦，咁好，即係都好消費者權益好受保護。再一次好烏托邦呢件事。好烏托邦，好烏托邦。係，即係睇個貨先咁樣。嗱，即係如果有殘缺啊咁樣，你唔中意。咁睇完之後，如果唔滿意咧？唔滿意唔結咯。我哋嗱，但係記得我哋喺一啲集數裏邊咧，其實 Michael 攞嗰啲例子，我哋報紙都睇過。其實呢一啲分錢之前，要大家睇清楚對方係點咧，其實都幾文明嘅，即係起碼你都。即係知道了解對方嘛，所以當時都有啲女民國時期都有啲女仔啊登報招婚，都有講明對方嘅要求。咁所以講明講白咧，都可能係某一種文化嘅現象。唔係，但係佢哋嘅婚俗裏邊咧，仲有一樣嘢比較緊要啲啊！我哋而家睇可能即係喺現代對性比較開放啲，冇咁保守啦。但係喺烏托邦裏邊咧，如果你係已婚嘅，即係婚前性行為當然唔可以做啦。但係如果已婚，你係有婚外性行為咧，即係所謂禍奸嘅行為咧。哇就要做苦工嘅，仲要即係罰咁少嘢嘅啫咩？但係如果你短期內再犯，冇乜阻嚇性，冇乜阻嚇性，冇乜阻嚇性，短期內再犯咧就死刑，就死刑啦。即係所以所以你風流快活都係個代價好大喺烏托邦，罰得太輕啊！罰得太輕，罰得太輕。喂，但係點講咧？好多人會挺而走。但係你記住喎，佢頭先講嗰啲嘢咧，係講緊係16世紀1516年喎。係啊，當時嚟講呢啲嘢係。非常非常前衛啦，即係裸露人前睇完先結婚，即係等等嘅嘢，其實係喺當時嚟講咧，係非常之開明開放，甚至乎係激進添。但係過咗一個世紀啦，咁另一個好重要嘅烏托邦理想國小説咧，就係英國好出名嘅哲學家培根咧，佢所寫嘅《新亞特蘭提斯》。《新亞特蘭提斯》咧裏邊咧，即係兩點啦，我淨係想講。咁第一點就係佢裏邊好強調大學嘅。即係大學裏邊係，即係呢個地方佢最緊要嘅就係學問嘅追求。咁但係第二樣嘢咧，佢就係玩啊烏托邦裏邊嘅，即係呢個嗰個裸體嘅分族，佢係點樣講咧？就係大家自己睇就唔係好穩陣，咁最好就揾 friend 睇，真係好前衛。friend 幫你睇完你嗰個未來嘅太太正唔正啊？咁樣就即係再決定。哇！你呢一個咧令我諗起咧民國嘅時代咧，中國啊民國時代討論呢個共產主義嘅時候，其中有一個。好多人對於共產主義嘅誤解，就是、以為共產主義係共妻，即係佢想所以唔係睇睇啫，大家都係噶嘛，因為財產嚟咁樣，咁即係呢個當然誤解啦，所以共產主義者就走出嚟去要澄清啦，冇啲咁樣嘅事。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攻擊嚟，攻擊嚟嘅，係即係對於一啲意見嘅攻擊啦。咁啊，我哋聽咗好多，即係好學理性上面去睇，其實呢一個烏托邦係乜嘢？咁我今日帶咗個好圖像嘅就係。Smurf， 哇偶像喎，係啊 ，Smurf， 陪我童年好多時間，係我今日係向藍精靈，我諗我哋個個都睇過藍精靈，咁但係藍精靈其實其實我哋細個睇嘅時候一定估唔到，或者亦都冇諗到佢入邊有一啲好潛藏嘅，冇諗啊，就係卡通，係啊，咁當然啦，我哋要睇其實一本漫畫或者動畫作品，佢係咪真係潛藏咗某一種政治嘅意識喺入邊？其實最重要睇個作者，即係藍精靈作者係 Pale 啦，即係貝若啦嚇，咁啊貝若其實係。即係呢個係佢筆名嚟，佢真名叫 Pierre 咁佢係1958年嘅時候，藍精靈就第一次面世。咁1950年代，我諗大家都知道歐洲係咩一回事。咁佢係比利時人。咁但係一般會叫做法漫，因為比利時都係法語。咁所以都係屬於法國漫畫。咁佢攞過呢個安古蘭漫畫獎啊，所以係一個飛升國際嘅漫畫家。咁呢本書其實已經係。好悠久嘅歷史，1950年代、60年代，其實成個歐洲就係充斥住一種左翼嘅思潮。咁即係所謂左翼，就係法國大革命之後，我哋知道喺個議會入邊坐左邊嘅嗰班人，其實呢一班人傾向一種所謂 socialism 咯。咁亦都係一種社會主義源流，或者我哋一陣間較後嘅時候講。咁我想先講咗呢個故仔先，即係我希望大家俾少少時間完成佢。嗱，呢本書我問我仔借。咁Smurf 咧，其實大家知道咩事啦？因為一啲蘑菇屋嘅組成嘅大村莊，入邊咧好多嘅精靈，每個精靈都有自己嘅肩負嘅責任。譬如 Baker Smurf 就係做麵包嘅啦 ，Jockey Smurf 就係周圍攞住個禮物送俾人會大爆炸嘅啦。咁佢其實呈現一個好重要嘅畫面咧，就係沈旭輝教授喺佢一篇短文叫《藍精靈政治》入邊，其實已經講過。其實佢就係反映翻咧一個法國好著名嘅學者咧，叫做呢一個皮埃洛啊，皮埃洛入邊其實佢已經講咗，佢有一本書叫《Little Blue Book》嘅，就係叫小藍書，就係將藍精靈睇成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哲學嘅傳播。咁其實就係 Pale 希望可以傳播佢嘅思想。咁呢個故事其實好簡單啫，就係講咧藍精靈嘅村莊其實大家知道係遠離塵囂，即係遠離塵喺個都市以外好遠的地方。咁其中一隻精靈咧，因為要出去睇個世界，因為佢要做一啲 communication 工作。佢就發現咗原來呢個世界有金錢嘅觀念，咁佢就翻咗村莊入邊咧，
去找了一個叫 Miner Smith 負責開礦的，問他拿了那些金礦。但其實 Miner 就說不要緊，你隨便拿那些，因為對他來說沒用的嘛，原本。但他就開發了一個叫金錢的觀念，咁所以佢就有個名叫 Finance Smurf 啦。咁有咗金錢嘅觀念之後，就大件事啦。你估邊啲人會有錢？賣麵包會有錢咯，做廚嘅有錢咯。但係其實佢哋個村莊入邊本來係冇呢個觀念噶嘛，大家都係付出咗自己嘅工作嘅努力，換取翻相同各取所需，冇一個好重要嘅資產嘅觀念。Finance 嘅出現就破壞咗呢個平衡，咁所以到最後大家都唔開心，佢哋就話拉隊要離開個村莊。最後他們就要廢除這個制度，開會廢除，然後將那些金幣呢全部鑄造做樂器，換取一個 Utopia。 所有西方的烏托邦都是反金錢的，是由金錢、金錢、人類的勞動，這些故事其實永遠都是在烏托邦的時候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正話咧其實講好多藍精靈，先冇聽先會講藍精靈嘅故仔啦。咁啊，聽個故仔咧，我不得不咧好明強烈咁感覺到咧，其實佢影射或者隱晦咁講述緊馬克思主義裏邊最初嘅觀點。嗯，即係大家知道，當我哋用馬克思主義個字嘅時候，就講緊馬克思最早嘅時候諗嘅啲問題，同後來嘅共產主義係有啲差異同埋啲演變喺裏邊。我哋講馬克思主義嘅時候咧，裏邊其中有啲好重要嘅觀點要處理。第一個就係人類嘅剩餘價值。即係佢認為人類嘅產出裏邊有一個價值嘅，但係佢話資本主義咧就將掠奪咗嗰個人產出嘅價值嘅一啲部分，咁所以佢收集咗啲佢剩餘價值，然後佢就會可以致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佢認為不公嘅地方。第二就係話人類嘅生產行為會有一個所謂異化嘅過程，我哋漸漸會因為工廠或者工業會令呢個行徑會令我哋唔記得咗自己其實點解要做嗰樣嘢。又或者我哋同我哋生產嘅過程之間有一個割裂，即係簡單講就係、譬如我哋講個教書咁，你講個 lecture 咪講個 lecture 咯。但如果我要你分成10個人，每個人講15分鐘嘅時候，其實你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嘢，係咪？你咪只係啤其中一嚿。咁所以異化啦，金錢令到你異化啦，金錢系統掠奪剩餘價值啦，其實就係喺講馬克思主義嘅時候最初好基本嘅問題。咁而依兩點，我認為到而家依刻任何人類社會裏面都面對緊依啲問題嘅，只係用唔同嘅方法去解決同埋舒緩嘅啫。咁啊，所以我覺得佢應該都係即係有咁嘅諗法喺裏面。即係當我哋可能咧去有陣時去睇一個漫畫或者圖像。佢係咪真係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 political meaning 或者 message 帶出？咁最重要當然係作者啦。咁譬如一定係喺1950年代，好明顯嗰啲左翼青年嚟嘅呢個一定。大家知道法國有好明顯嘅社會主義傳統，即係當我哋追溯其實遠早於馬克思，好 systematic 去解釋究竟社會主義或者佢創出所謂共產黨宣言之前。在呢個1810年代嘅時候，其實法國已經有一個好重要的人叫聖西門。咁佢其實就係、佢本身係個貴族嚟，但係佢就係散咗自己啲家當去參加法國大革命。咁法國大革命完咗之後，我哋知道左翼思潮就興起咗啦。佢哋對於法國將來嘅國家建設開始有好多嘅討論。咁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當然就係 socialism 啦。咁聖西門就係一個好重要嘅社會主義嘅鼻祖。咁佢其實佢成個行為已經好烏托邦噶啦，我覺得。即係有邊個可以將自己？佢本來有好多座古堡嘅貴族嚟噶嘛，佢將啲錢散曬出嚟，去反對呢個波旁王朝嘅統治，參加革命，然後再喺個 Republic 上面去討論社會主義點樣落實喺法國。咁其實當然佢最後唔成功咯，但係呢件事都係即係感召到我諗馬克思一代嘅人點樣去睇。其實頭先阿卓然講得好就係、是，原來我哋處於一個後工業革命嘅時代咧。其實資本家係不斷剝削我哋應該要有嘅嘢，即係當個剩餘價值嗰個俾佢係咁樣去掠奪，盡情去掠奪，因為其實勞動力冇得計嘅。係，冇錯。啱啱當你睇下 Oliver Twist 嗰啲故仔，你爬煙通咁樣係咁抹嘅時候，十幾個鐘其實就係得一條麵包，即係你叫我點樣能夠接受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社會主義嘅終極目標應該係謀求普羅大眾嘅幸福，而烏托邦嘅展現就喺 Payroll 嘅畫面嗰度展現出嚟。即係其實點解佢接受唔到 finance 呢個觀念？係個村莊本來隻藍精靈做麵包嘅時候，佢感覺到做麵包嘅快樂。快樂，但係當佢做麵包為咗揾錢嘅時候，錢先會令佢快樂，而做麵包就被異化。所以呢個其實好似我哋頭先一開始第一節講呢一個五斗米道咁樣，即係我哋講呢一個天師道，每人交五斗米，入咗會之後，個人民公社就出現，大家就一齊喺個精靈村莊嗰度耕種。
咁阿 Baker Smith 就做麵包啦，佢每日都係負責做麵包，佢 enjoy 個過程， yeah. 然後佢得到嘅就係大家夜晚好歡樂咁一齊享受個餐飯。Mm-hmm. 每一隻精靈嘅財產都係公平嘅，就係、是、一間蘑菇屋。Mm-hmm. 有蘑菇入邊嘅設計係點樣？你係有自由嘅，係啊，呢個精靈政府係唔會干涉你，你中意點樣玩都得。咁誒 ，Jokey Smurf 咧攞住嗰個咁嘅物品，周圍咁樣去即係送俾你，送份禮物你俾你，然後大爆炸搞笑，大家開心。咁然後呢一個就係佢嘅工作，佢都係享受喺入邊。咁冇人會干涉，個世界就好美好。咁、但係出現咗金錢之後咧，賣麵包嗰個有錢啦，幾箱金喎、啊。但係仲有冇人買笑話咧？冇人買笑話，咪、有一隻精靈係念詩嘅，叫詩人，冇人買詩，冇人聽音樂，因為呢啲佢哋覺得唔值錢嘅嘢、只係生活所需嘅嘢值錢。慢慢就出現咗階級啦。冇錯，階級就出現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啲人好有錢，咁最後佢哋決定係咩呢？我哋要逃離呢個本來係烏托邦嘅烏托邦。嗯，呢個就係一個反烏托邦嘅論述。咁最後咧，大家一定會記得精靈爸爸去咗邊？佢係領袖嚟噶嘛？524歲嘅喎，呢個老人家，仲要係一路都係。我其實好懷疑佢咪一人一票選出嚟，因為 Payo 冇交代過，佢一直都係即五百幾年世襲嘅領袖。咁當然佢可能好英明啦，佢大家一路俾佢繼續做啦咁樣。咁精靈爸爸咧，佢就話有好多其他精靈話走啦，跟住精靈爸爸話好，我哋都走，一齊走。咁最後阿 Finance Murph 就話，不如我哋算啦，我哋唔要呢啲嘢，然後就將嗰啲金幣全部拎翻曬出嚟，鑄造樂器。整個故事個村莊就回到一個大同嘅。所以藍精靈不係淨係得盧蘇王同論盡仔嘅，係啊，即係仲有其他嘅角色啦嚇。咁呢個故事裏邊，我覺得最深刻嘅反省咧、就是，即係點樣去睇金錢呢個問題。頭先我哋提到啦，其實喺西方嗰啲烏托邦嘅世界裏邊，所有嘅描述咧都係用金銀啦，係即係冇咩瓜葛。咁喺譬如烏托邦嘅古仔 ，Thomas More 講嗰啲烏托邦人佢哋點樣處理金銀啊？佢地方大量出產金銀，但係佢哋就唔會用啲金銀咧嚟到去做佢哋自己嘅交易啊嗰啲咁嘅媒介。嗰啲金銀愛做啲咩？儲起嚟，愛嚟請僱傭兵。即係如果有人攻打佢，就請人去打仗。但係佢哋最好玩的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外國嘅敵人係有人去挑戰佢嘅國家安全咧，佢哋點樣呢？就係、用重金去買通佢哋對方國家嘅人。叫他哋國家人殺了嗰個暴君，啊、即用錢就係咁用噶啦。但係咧，啲錢就唔係自己用嘅。咁烏托邦裏邊個古仔咧，我覺得即係對於金銀嗰種即係諷刺嘅意味咧，真係非常之搞笑。我懷疑係呢、這個咁嘅思潮一路落嚟，可能都引帶到藍精靈咧。佢對於金錢嗰種諷刺嘅嗰種態度，唔單止引帶藍精靈添啊，其實真係會引帶到一啲現實。頭先你講有啲會耗盡一生嘅金錢去追求呢個理想，譬如好似英國喺十九世紀初有個工業家叫 Robert Owen， 佢係一個好出名嘅做紡織嘅工業家嚟嘅。佢曾經喺1825年嘅時候咧，就當時去到美洲，就喺 Indiana 呢個州。就組織一個叫 New Harmony 嘅 project， 就新和諧。其實佢就係想做翻藍精靈嗰件事，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我哋叫 communal living，即係社區合作、社工社式嘅生活。大家作為工人就唔需要攞人工噶啦，各取所需、各展所長，資源共享，亦都冇階級制度。佢將所有嘅資產投入曬啦，結果兩年之後就瓜老襯。唔係，即係所以有時即係。因為我哋係人，我哋唔係藍精靈，我哋冇藍精靈咁十分勁，所以咧，我哋真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咁當然啦，嗰個所謂嘅小村莊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慢慢越嚟越多人入去住，越嚟越多人唔單止各取所需，而係攞埋人哋，亦都做少啲，個個諗住做麵包賺錢，但係叫人哋賣麵包唔好收錢，明白？咁就搞唔掂。咁所以結果即係當然 ，Robert Owen 而家都有好多人敬仰佢，係即係推動即係英國合作社運動嘅先鋒啦。咁但係到最尾，其實喺經濟上呢個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不能夠行得通嘅事。係啊，你講咗好重要一點啊。當我哋討論烏托邦嘅時候咧，佢有一部分係諗嘅就係點樣去改革社會，令個社會更加美善。但同一時間咧，烏托邦亦都諗緊啲問題嘅，就係人嘅本質裏邊有冇缺陷，同埋人有冇弱點。有啲烏托邦類型係諗呢啲點樣去令到人變得更好。另一位散盡家財，即係好似阿聖西門咁樣嘅即係偉大嘅。即係好有，我哋今日認同佢個地位嘅人物咧，亦都係英國人啦。咁同阿 Thomas More 都係牛津嘅校友嚟嘅。咁就係呢位啊 William Morris， 咁啊莫里斯啦。咁佢寫咗呢本好出名嘅，即係好重要嘅，尤其是喺嗰、那個即係可能社會主義嘅烏托邦嘅建構上邊咧，即係好重要著作就係《News from Nowhere》。
啊，即係我哋中文譯做烏有香啦。好靚呢本書。咁啊，即係呢個烏有香好得意㗎。佢個書名你留意一下啦 ，News from Nowhere。但係咧，其實 Nowhere 咧，如果你點樣拆開呢個字咧，就可以有唔同方法嘅，可以變到 Now Here。係啊，即係喺而家呢個咁嘅地方。咁嗱，呢個莫里斯咧，佢就一個大工業家啦。咁亦都喺譬如瓷器啊設計上面好出名，可能唱完陣間再可以講多啲。咁但係同時一個好偉大嘅文學家嚟嘅。咁我以前佢講嗰啲，譬如講愛情嗰啲詩咧，佢即係寫過唔少啦，好靚嘅詩集，好有名。咁啊，呢本 News from Nowhere 咧，佢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好似即係幻想緊英國咧。變成一個好似頭先小毛講藍精靈村莊一個冇金錢嘅，大家咧喺工作嘅時候係為咗興趣，咁所有嘢都係唔會欠缺嘅，好充足嘅一個社會。咁啊呢個咁嘅社會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嗱最重要嘅莫里斯想講咧，就是、除咗大家係好快樂嘅勞動之外咧，咁佢嗰本書裏邊咧就特別提到啊，點樣可能出現到咁樣嘅社會？嗱，佢個主角咧就係突然之間一覺醒來咧，就發現自己喺呢個烏有香當中。咁啊，但係即係點樣出現呢件事嘅咧？佢就特別咧喺個烏有香裏邊咧，就揾個即係導遊啦，帶到佢去大英博物館，揾一個咧好年紀好大嘅一個老學者，你話俾佢聽舊世界係點樣變成新世界。好啦，咁裏邊細節就好難講到嘅，但係講完就係好多戰爭啊，好多嘅鎮壓之後。突然之間咧，全世界所有人醒覺，佢哋係唔應該要有國家嘅。唔應該要有國家，即係大家咧，再唔會因為佢嘅民族嘅利益、國家嘅一個觀念咧，嚟到去互相去爭鬥。漸漸佢哋發覺咧，原來咁樣咧可以好美好嘅，佢哋嘅生產係足夠佢哋嘅生活㗎啦。咁然後大家就可以去揀你中意做啲咩。咁呢個烏有香裏邊咧，嗰啲最窮嘅或者係最唔係窮啦嚇，最缺乏嘅、最冇地位嘅人係咩咧？就是、穿金戴銀著到好靚嚇，咁但係其他人咧就著到好普通、好平實。係啊，我可唔可以借個書？我摩里斯即係依個我哋叫烏有香消息或者烏有香信息啊，睇你嗰個翻譯係點啊？咁其實佢自己做其中一個好重要咧，就係推動咗英國嘅工藝美術運動。咁依工藝美術運動亦都影響到法國好多類似嘅一啲講緊重視設計嘅一個運動。咁我喺建築與同卡文徐仲文，即係佢係做建築嘅教授。咁喺我哋一齊討論依啲話題嘅時候，其實好重要就係當時英國諗緊一樣好重要嘅嘢。工藝美術運動認為，而當時嘅所謂嘅現代嘅即係工業化咗之後嘅東西太醜樣，即係千篇一律。劣質即係你做得唔靚，咁點咧？佢認為應該推動翻一件物件，其實係工藝品嚟嘅，即係一個瓷器係工藝品，一件東西係工藝品，你要靚。咁所以佢當時用咗好多一啲嘅觀念，例如話佢可能會認為啲曲線啦、植物啦、大自然嘅嘢咧，融入咗落去嗰個嘅設計入邊。咁然後依啲嘢咧帶動咗令到嗰個嘅世界更美好。咁而用重視人嘅美學美感，令到世界變得咁好，亦都係佢講烏托邦或者討論咩叫更加好嘅世界時好重要嘅因素。呢個書咧，其實打開嚟睇下，咁係根據佢原版好正喎，所以好正，好靚啊！所有印刷，咁佢有個叫 Camscott 嘅出版社，阿 William Morris 自己去開，咁啊，即係裏邊就係即係去鼓勵用點樣用到靚嘅嘢嚟到去改變人類嘅生活。咁靚嘅嘢唔一定貴嘅，所以阿 Morris 最後佢所有家財都係散盡曬，你去實踐佢嗰啲社會主義嘅夢嘅理想。我非常之同意佢講嘅講法，就係有陣時咧，我哋接受唔到一啲嘢，我哋覺得一啲嘢我哋冇辦法去睇，冇辦法去唱，冇辦法去講嘅關鍵原因咧，就係嗰啲嘢真係太過醜樣。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講咗三節嘅烏托邦裏面，討論咗好多講烏托邦嘅話題，就係建立一個所謂理想嘅一個世界，或者理想嘅空間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講烏托邦嘅時候咧，有啲觀點好重要係，即係我認為好重要係要諗嘅，就係話究竟個烏托邦想推動嘅係真係嗰個嘅藍圖嚟嘅，即係當我寫烏托邦嘅時候，真係要揾個島嚟建立個咁嘅城邦，定係其實佢借住一個咁樣嘅想像？去講出當下嘅社會問題，作一個改良嘅建議，
啊，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究竟你是要真的一個藍圖革命的藍圖，還是一個建議？你講係咪？我話如果你睇翻 Thomas More 咧，其實喺佢生平入邊咧，佢冇話過佢寫嘅烏托邦咧本身係一個行動綱領嚟嘅。嗯。但係好明顯，佢係對於現世社會嘅價值批判、人性嘅批判、制度嘅批判，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分別。係而點解要講一點咧？就係喺我哋處理講烏托邦嘅問題嘅時候咧，有唔少人或者有人會認為咧，嗰啲嘅可能係對現世嘅建或者改良嘅意見咧，係行動綱領嚟嘅，而可能會好反對呢啲烏托邦嘅論述或者想像。亦都調翻轉咧，有啲人認為嗰啲嘅所謂嘅改良建議係行動綱領嚟嘅，所以咧會將嗰啲嘅其實空想嘅諗法咧嘗試去實踐，而產生好多嘅問題。點解要咁問？就係當一個烏托邦你真係要建立嘅時候，你必然要問就係喺你心目中嘅烏托邦可以係我心目中嘅地獄。係。咁你我點解要住喺你嘅烏托邦？我點解唔喺我嘅烏托邦？係啊，通往地獄嘅通道都係由善意建成噶嘛。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咧就會衍生到後來我哋二十世紀講好多所謂有反烏托邦嘅小説或者反烏托邦嘅故事，就係嗰啲烏托邦係咪真係咁理想咧？其實係應該要打一個問號喺後邊。其實我講阿 William Morris 咧講 News from Nowhere 呢本書咧，我覺得佢有意思嘅地方就係佢喺呢個轉折當中，就係、是、一個好理想嘅幻想虛構出嚟嘅世界。嗱，我哋諗下柏拉圖嗰、那個理想國啦，跟住烏托邦，其實好多都係城邦啦，唔知喺邊度嘅，咁係一個唔存在嘅島嘅。但係我哋睇下 William Morris 本書咧，你會見到啲咩咧？就係、是、佢有一個喺泰晤士河嘅旅程，由倫敦點樣去到牛津嚇嗰個附近。咁佢講嗰啲地方咧，我以前讀書咧，日日喺嗰啲咁嘅河邊嗰度行，基本上就係講緊一啲現實有嘅地方。咁係咩分別呢？就係、是、其以前嘅理想國嘅小説咧，佢哋係喺度幻想虛構，但係而家咧即係逐漸去到一個咧喺現實裏邊點樣將個地貌轉變，點樣去喺我哋實際嗰個地理嘅環境裏邊咧去實踐即係佢哋嗰啲理想嗰啲嘢。咁啊，但係William Morris 咧，俾後世好多共產主義嘅組織啊領袖咧批評佢哋呢種嘅諗法係兩種嘢，一係就空想社會主義啊，咁就係有社會主義嘅一個理想喺度，但係冇實踐綱領，就唔知點樣去做到嘅啊。咁所以所有嘅嘢，人性太美善啦，點可能會可能即係喺裏邊係咁多幻想出嚟嘅嘢。咁另一樣俾人批評嘅最多就係所謂無政府主義，就係冇領袖，冇一個即係強有力嘅組織，點樣可能實踐到呢樣咁嘅嘢？因為所有呢啲咁嘅烏托邦嘅小説咧，其實全部都係咧反帝國，或者如果就算係有啲係無政府添啦，但係大部分都係反帝國嘅。你一擴張咧，嗰啲好享受到而家穩定嘅美好生活嘅人民咧，佢哋就唔可能再有咁樣嘅理想喺度。你一擴張咧，權力就要集中噶啦，咁就會有暴君嘅出現。人民就會被剝削，咁呢個咧就係嗰啲烏托邦嘅小説咧，我相信係佢哋共有嘅一種理念嚟。咁而嗰啲反烏托邦嘅小説咧，其實再就係喺度講緊啲咩咧？就係佢哋好有行動綱領，即係而家已經有啲可能要實踐呢啲烏托邦理想嘅人，佢哋好有行動綱領，而佢哋嘅行動綱領咧，或者係佢哋已經做緊行為，正正就係有啲即係呢班講烏托邦人士，佢哋最唔想出現嗰啲嘢。咁而所以因此有嗰啲反烏托邦嘅小説出現啦，我相信係即係基本上可以反映住咧，唔係淨係文學上邊對理想世界嘅追求，而係亦都係反映住咧現實政治如果投入咗烏托邦嘅因素，咁我哋即係喺譬如文化界嘅人士，或者甚至乎好多可能係即係喺呢啲地方生活緊嘅人，佢哋點樣去即係思考同埋點樣去應對佢嘅處境。亦都係點樣去反抗？譬如喺我哋所謂三大反烏托邦嘅小説裏邊，即係其中最早出現嘅一部咧，就係 V 啦，就係俄國作家即係佢哋所寫嘅。咁呢本 V 裏邊咧，其實個作者個名好巧口好巧口㗎，好巧口嘅，叫耶夫爾尼咁樣啦，耶夫爾尼。耶夫爾尼咧，佢其實本身係一個點講啊？係一個叫做海船設計者嚟，即係佢係讀點樣做軍艦。咁所以喺嗰本 V 裏邊咧，嗰個主角男主角啦，咁就係一個設計太空船嘅工程師啊。咁呢本 V 好得意嘅地方係咩咧？佢係第一本俾蘇聯去禁制嘅，即係成為禁書嘅書嚟嘅。
咁因為裏邊佢大量地去批評咧一個理想嘅世界，嗰種所謂完美嘅世界，佢裏邊嘅不完美。即係當喺蘇聯時期寫啲咁嘅嘢。係啦，佢係咁，梗係俾人禁啦。即係大概佢係1910年代開始寫本書，1920年左右出版，咁就總之成為咗禁。蘇聯一成立就即刻禁咗佢先。係啦，咁啊，咁佢裏邊嘅世界係點樣？所有嘢都透明嘅，所有嘢都透明嘅，所有人咧都係一個 number 嚟嘅。嚇、那個主角咧就係叫做B503唔係9527女主角就是、女主角就 B330咁樣咧B330即係大家係有個 number 有個好似車牌咁樣嚇咁我懷疑我計過應該都係25萬人左右啦咁好啦嗱呢本書裏邊咧即係講到就係咩咧世界就係、是、即係佢哋個世界就係俾一個綠牆圍住咁、然後所有人喺透明嘅空間裏邊唯一可以有私隱的時間咧，就係同一個另一個 number 異性嘅 number 啦，親熱嘅時間，但係好短嘅嚇，即係計曬時噶啦。咁嗱，呢個就係V 裏邊嘅烏托邦，烏托邦啊！咁你啲 partner 係隨時係隨機去抽嘅嚇，隨機嘅。咁但係繁殖下一代係為咗成就國家機器嘅責任。都唔知係咪繁殖喺下一代啦，可能都有啲生產嘅機制喺度，可能純粹為咗興趣嘅。不過，只不過咧，呢啲作品即係同往後嘅1984一樣嘅，即係其實佢係想反映嗰個極權監察去人性化嗰種嘅即係極端控制咯。係啦，即係我自己唯一可能比較中意《美麗新世界》啦，《美麗新世界》好正，我細個睇嘅真係好，我就覺得即係嗰個世界係佢嘅假設好簡單，就係現世係痛苦嘅，所以佢特登。政府就為咗大家嘅咁痛苦咧，就俾啲嘢你剔下，咁咧就令你就開心啲。咁啊，吸毒係唔啱噶，咁但係當然啦，喺個古仔裏邊翻上，我哋都要講到故事啫。咁但係佢裏邊咧嗰樣嘢係一個完，所謂嘅完美嘅，即係嘅藥劑啦。咁令到你係進入一個比較好嘅狀況，又唔會傷害你人體。咁所以大家就覺得哇，嗰啲嘢可以。值得食嘅話應該食，咁然後咧就成為咗一個大家依賴嘅一個東西。咁啊結構係一個咁樣嘅結構。我覺得佢嗰度最正其實係Brave New World 入邊咧，赫歲黎其實佢最想跨佢想講嘅就係點解嗰班即係 Alpha 啊，即係最頂尖嘅階級要靠 Tech Soma 嚟到去得到快樂。嗯、其實佢哋已經係應所有嘅嘢喺曬度，但佢唔開心。嗯、即係其實你可以睇到最有權力嘅極少數人，其實佢係充滿住恐懼。同埋好唔愉快，所以先要靠 take just 嚟到開心。係啊，咩新世界裏邊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啲人全部都係複製嘅，即係佢用一個複製嘅系統去做。咁主角就唔係複製嘅，即係主角係即係種性制度嚟，基本上好慘嘅低層。係啊，即係佢即係一個例外啦。咁佢見到一個咁嘅世界之後，臨尾佢就即係非常之失落，同埋覺得嗰樣嘢唔係嗰件事啦。咁啊，就離開咗個世界，選擇咗。咁啊，所以我感覺到即係嗰個美麗新世界嗰個題目本身就係一個反諷啦，即係佢講呢個新世界或者可能人類向緊方向嘅世界，其實係一個好悲哀嘅未來，即係佢講緊呢一個東西。咁所以你會見到呢一類嘅反烏托邦小説都係講緊即係人類而家追求嘅某啲東西推到極致嘅話，可能會出現嘅問題。咁啊就係好有趣，但係可以調翻轉諗翻，即係烏托邦當初點解會出嚟？係當初烏托邦出嚟就係想諷刺或者想批判一啲。現實的不完美，或者係啲極端不完美又改變唔到，其實先諗一個虛構小説出嚟。但係到到佢嘅反烏托邦就走去另一個極端，就係話，當你如果將理想變成理想主義，變成理想主義行動綱領，又推到極致嘅時候，又會變成一個極不理想嘅狀態。所以佢先將個極不理想嘅狀態擺出嚟，嚟到令到你唔好盲目推向理想。Brave New World 其實大家要知道佢嗰個分咗唔同嘅階層咧。其實呢樣嘢係諷刺緊或者反諷緊柏拉圖理想國裏邊咧。其實人係分到金銀銅鐵咁樣，即係唔同嘅階級。即係嗰啲金銀銅鐵就係佢係叻唔叻啊，質地係點樣啊？咁即係所有統治嘅都係金嘅啊。咁就好似美麗新世界裏邊咧，係 Alpha 呢個級數咧，佢先可以做到啲統治。佢所有特權都喺佢哋嗰度嘅。咁呢樣嘢係咩嚟？其實好多。世界裏面去建立理想國的嘗試，他哋都係會有咁嘅諗法，有啲精英階層嚟帶領個社會點樣去發展。咁而但係佢哋同時間就係所有特權享盡。咁但係嗱呢幾部1984啊、V 啊同埋美麗新世界咧，我想講咧，佢哋嗰啲主角裏面最終點解會突然之間發現到個世界唔美好啊？就係佢哋有共同嘅一個話題，或者共同嘅一個問題，就係佢哋面對住愛情。
就是愛情讓他們打破所有這個世界的框架。我們看到一位就是讀得太多文藝作品的青年，將這個愛情放大成為所有人。他不是讀得太多文藝作品，他經歷太多愛情。不是，但真的是愛情人生的總結。真的沒有愛情打破了所有。作為沒理想就跟條鹹魚一樣，阻住他。但他是一條會拍拖的鹹魚。他的他的 topic 是在愛情那裡找到的。繼續說。我覺得是很很精彩的地方的。當然是愛情作為一個 plot， 大家看小說看得最開心。Yeah.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之間那個美好的世界出現矛盾，或者他們發現那個美好世界原來有漏洞的，就因為人與人之間最基礎的一種感情，他們發覺原來都不可以在這個這樣的理想世界裏面、yes. 自由地去舒張。突然之間就因為愛情的一個這個鎖匙，就知道的世界原來是囚室，不是理想國。所以我覺得其實反烏托邦小說應該最重要就是要話俾我哋聽，歷史嘅過程入邊咧，尋求烏托邦嘅過程其實經歷咗好多嘅事，而呢啲烏托邦建立嘅過程入邊咧，其實產生咗好多可能係悲劇，然後大家先至會就住目睹嘅嘢去話俾大家聽，其實烏托邦唔存在噶。我哋經歷咗好多嘅陣痛之後，仍然揾唔到個結局。講到悲劇啦，即係我都即係要引用即係。前輩學者金冠圖老師，即係佢喺研究呢一啲推動烏托邦引致嘅悲劇嘅時候，即係佢講咗幾句説話，一定要引用。第一句就話合理嘅社會係不完美。第二句就係話理想嘅社會唔係完美無缺嘅世界，而一個能夠自動發現弊病並能及時改進弊病嘅開放社會。係啊，所以我真係好感動。係啊，所以王德威用義托邦嘅時候，佢都有講到點樣用現世嘅創滾走一啲孤立嘅空間去尋找觀照翻我哋現世裏邊各種各樣嘅問題。而我哋亦都見到咧，愛情作為一個人性嘅本源嚟講咧，喺反烏托邦同埋烏托邦小説裏邊咧，那個觀照人性嘅核心位置。